包一位山东小仙女的随心配啦。之前有来过线下店玩嘛，许愿一部分要卡片和多半的手帐用品。现在大家的配置基本上都是手帐卡片混合起来的，因为之前小仙女已经入过了，所以这次基本上都要配一些新品啦。卡片拿了小马宝莉、叶罗莉，还有一些三丽鸥。接下来是手帐用品啦，彩娃子的新品给她选一些，手帐本、咕卡贴、滴胶夹，还有新品的七彩夏日胶带、提拉多的新品胶带，小麻鼠近期的新品，另外配了一些胶带的准循环。开始结账打包啦，后面又加了一些咕卡人物贴，夏天可以咕上哦，带在哪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大家入随心配有想要的可以许愿哦，如果没有许愿的话，就是从店里随机搭配发出的，没有特殊要求的手帐跟卡片也是分开的哦。谢谢小仙女的支持，也欢迎大家有时间来线下店逛呀。